这是解放路，大连金州解放路。解放路这边梧桐树，两边也梧桐啊，这挺不错啊。走看看，你看，到两边也是梧桐。它是好像密度好像没有那个高，它的叶窗都不打扫了，好像真的，这边也不打扫了。嗯，后边是梧桐，这边都是梧桐。嗯，前面有树。让我看啊、哦，不错，解放路，汽车再小点就好了。汽车太堵了。刚才过马路，也过了半天。哦。啊，这个小区什么？啊，有小区是不是？走。什么家园小区？前面这大树真好。没有车，过路口没有车。好，就录到这里了。有什么有意思再分享啊？拜拜，大家。